让我找到这一个橙色的水，这里呀有黄色、蓝色、红色，这也没有橙色的呀。可是我知道红色和黄色合在一起，它就是橙色啦。快看，我聪明吧？火柴人在干嘛呢？他说呀，缺少点什么。那他缺少什么呢？我们呀，看看这里有什么呢？哎，是不是想吃东西啦？我给你画一点，给你画个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？小鱼？哎呦，大汉堡呀！继续来找，找到目标的物品，不就是火堆吗？火堆是不是应该在这里？哎，我呀，用它呀，嘿，点燃了。哎，今天火柴人的女朋友呀，出现了，找出与上图相似的图片。哎，不就是这个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，火柴人呀，和他的女朋友啊，在一起喽。让我放入合适的猫咪，黑色、黄色、白色，那当然就是这一只猫咪啦，一半黄。哎，一半黑，还有白色的啊？啥情况？不对嘛，这火柴人的女朋友呀，放狗啦！那到底是什么颜色呢？难道是有一块紫色，和他女朋友一样，头发也是紫色的啊？又不对呀！我的妈呀！那这两种都不对，当然就是这一种了呗！哎呦我去，那为什么会是这一种啊？让我呀，正确的匹配一下，那应该他两个吧？哎，他两个啊，这不就是火柴人和他的女朋友吗？这个小牛牛啊。哎，对不对啊？怎么不对啊？为啥？那怎么连呢？还是他和小牛牛啊？难道他和火柴人？你是这个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和什么嘛？我都搞不明白了。这火柴人的女朋友呀，太厉害了，只要答错题呀，他就放狼狗咬这一个火柴人呀。所以呀，我们必须呀，要帮助火柴人呀，给他哎搞明白才可以呢。这一幅图哎，应该怎么连呢？是不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啊？这两个在一起啊？哎呦，我的天，好险，好险呀！